苏先生呢，伊有加图片吼，所种的是芥头菜。伊即讲着伊的芥头菜呢是安怎？你看伊的叶片拢变黄。哎、啊，伊有喷药米素，有吊车，有海藻素。啊，即卖是要安怎来补救？即、这个芥头菜吼，大头菜，即、这个好菜头哈、啊。那么夏威夷叶即个变黄吼、哦，然后呢啊，你注意甲看伊咧黄的时阵会黄黄到底，差不多叶脉迄个所在呢。那么伊就小块停起来吼，有小块去让叶脉呢小甲伊即个冻掉咧吼、哦。所以啊，即种呢其实即应该是虾米情形吼？哦嗯，加好后面会冻掉咧，啊，这是啥物陆菌病吼，陆菌病吼，所以啊、这代表吼、代表你的一个这个水分的这管理吼、有稍微无讲遐尼啊一个特别恰当吼、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吼。那么这个水分就是讲咱咧钓这个陆菌吼、陆菌病啊，是安怎钓这个陆菌病？陆菌病就是讲啊，伊伫凉凉的这时阵吼，啊，然后伊就会。这种会啊黄叶啊，这个甚至会打起啊，慢慢的就换来这个都会哈、哦。啊，伊上大这特色的是讲，也变黄了，也叫叶脉给冻掉嘞哈。有咩这所在冻掉嘞？所以这看起来应该就是这个陆菌病之类的这病害。有诶讲陆菌吼，拢是一点一点吼，像不一定啦吼、哦，这有时啊伊那是。你湿度真高，汹涌压起来的时阵，其实也不一定是一点一点的所以你这个人的这个判断应该是跟陆菌病有关。那么这里底佫有一个较大的这个问题咧，有诶讲，它白叶就白，干那下骹叶啊，这陆菌吼，就专门喜欢老叶吼，伊通常为这个夏威夷开始，因为伊这是为土卡传染起来所以伊为这个夏威夷就容易来改，就容易来改这个三星所以这通常就这款的这情形啦。好啊，所以这小甲喷一下比如讲这个新蒙美达勒、同佑美达勒吼、哦，这种呢这个来用啊，是这亚托明吼、哦，这洛昆药啊，吼、哦，啊，有人会甲你讲，迄无百克明的处理袂掉，无这种道理啦，但是这个亚托明、百克明、克苏辛、三佛敏吼、哦，这类的药啊，卖连续用，比如讲你这边啊抓亚托明，你后一边得噶，亚托明爱抽掉吼，卖、哦、个。卖这四个吼，这四兄弟卖个出现一届，可以抽掉一遍。后边我你这边转亚托明，你后边就爱转新蒙又咩达勒安尼。哦，啊，都讲啊，我想要转百克明，卖啊，你搁较忍嘞，搁一遍，因为这无可能一遍就刷尾，一定爱三遍哦，爱三摆哦。那是天气较无拄好的时阵，可能爱三遍哦。那是安怎不来跟你讲，你这有可能是。这个水分管理了不好使，因为咧，有当时啊根也是较歹吼，这个就较容易有这种黄叶的这情形，你要注意吼。那么你的这个叶啊呢，有一点点的叶柄的所在有一点啊倒拐吼，有一点啊转折，无讲真无讲真顺吼，然后长头的所在有小可尖皮吼，这你要注意碰吼，这小注意一下，也不是足严重，但是呢因为这伤寒、伤热、伤大、伤淡吼。这种呢，拢会缺硼吼，所以你爱补一半豆啊吼。一开始咧结的时阵吼，这阵已经有另外咧结啦吼，你还稍注意者。所以这最重要的是讲注意这个注意这个病害的这个防治吼。啊，伊讲迄叶啊黄吼，唔知胃下卡叶起哩吼。然后这种的一个黄叶病吼，黄叶微条白莲孢菌引起的，因为叶啊黄黄嘛吼，叶啊黄黄吼，通常那是黄叶病，你就看到伊起高病吼，比如讲伊一边大卡会好势吼，比如讲你有一张这个相片吼，上下卡迄张吼，最下面迄张相片内底其中有一张吼，其中有一张呢。伫差不多中较挖倒手柄去遮遐吼，伊个黄叶呢，含人较无同款，伊无割掉咧，安尼会较黄，一边个叶黄黄，另外一边淡淡吼，即种都有可能，咱唔敢讲，因为我远远看是感觉讲有迄个机会，但是不一定啦吼，迄种呢，通常即个黄叶病吼。那么一般来讲，地卡从即阵啊天气凉凉，伊无啥会掉啦吼。这一般是伊个咧，伊种黄叶吼，伊是怎
下骹叶啊，怎规个黄起安尼？伊毋是讲像咱落菌一角一角吼，啊，所以啊，即、這个要得黄叶病，即个机会是不是很大啦吼、啊？所以你应该毋免过多即个担心。不过啊，蕈状芽孢杆菌用两遍啦吼，即、啊這個、啊买个保险应该会好一点点安尼吼。所以大概是即个道理，即提供我咱好朋友小做者参考吼。啊